近日由刘威、严宽、白永成主演，汇集众多实力派青年演员倾力加盟的都市喜剧《摩登岳父》正在上海如火如荼的拍摄当中。坦白当天拍摄的是一场婚礼的重头戏，身为老戏骨的刘威在现场可谓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，不仅提前享受了一把岳父的滋味，更不遗余力地亲自指导新人，可谓尽心尽力，让身为师弟的白永成忍不住吐槽都是装的，可见两人的关系相当铁呢。太对了，你说的，我就太能问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以前演那个皇帝啊什么的，那都是装的，这次绝对本色出演，我告诉你。真的不是这样，我是一个宽容度特别大的演员，如果其他的演员是大河的话，我就是大海。我说完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探班当天恰逢白永成的生日，剧组特意安排其儿子秘密前往，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个十分温馨的生日 party。 生日会上，白永成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几度哽咽，多年来不过生日的心结也就此打开，而刘威、劲松等好朋友以及新人赵斌、严峰特制的生日大礼更是让他喜极而泣。一下子觉得挺意外，就长得反应不过来一下，因为我很多年都不过生日了。我觉得他们也太用心了。前不久，白永成在话剧《梅兰芳》中成功扮演了梅兰芳，并获得了国家级的表演大奖，这也让他对母亲的离去有所释怀。